大家好，欢迎大家留到我们今天早上最后的这个综合座谈。我想到现在还留在这里的，一定是对我们这个全球净零转型这个议题是有非常高程度的真爱的，所以我们愿意留在这里，了解我们怎么样落实这个净零政策，怎么样推动全球的这个转型。那一刚开始 I would like to say it's my great honor to首先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主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先从这个一刚开始有跟四个 panelists 讨论过的这个主题先来提醒，先请他们分享。那如果我们后面有时间的话，我看到 Slido 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大家都非常有兴趣了解的，我们会再挑选其中的几个问题来做回答。那第一个呢，我想因为一刚开始我们的这个经济部我们的庄执行秘书前面是曾次长的演讲，那这个庄执行秘书还没有机会跟大家见面，那是不是我们先请庄执行秘书跟大家 say 个 hello？ 大家好，我是庄明池，我来自经济部。那我要先介绍一下，我是来自经济部的净零办公室，因为经济部在今年四月份为了整合经济部所负责的包含产业、能源，还有像贸易，还有智慧各个面向涉及到净零有关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整合性的一个办公室来处理，所以部长在今年四月份特地成立一个净零办公室，那净零办公室目前是由我来负责，所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会场。来跟大家做一些交流，谢谢。好，谢谢庄执行秘书。好，那我想有了前面的这个前提跟背景的了解，第一个问题我们可能就想邀请庄执行秘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台湾的企业自从2021年这个欧盟有宣布他们的碳边境调整机制之后，那台湾的企业都非常的关切，在昨天欧洲的议会也针对这个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有再多一轮的讨论，有再多一些的初步结论。好呢，不知道这个执行秘书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欧盟碳边境机制，或者是不止欧盟，像是美国或者是甚至韩国、日本各个国家，它都陆陆续续，甚至美国还是在更超前的这个动作。那我们台湾的政府怎么样来带领我们台湾的企业跟产业来面临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碳贸易战呢？那请庄执秘说明，谢谢。好，谢谢主持人。那如同刚主持人所提的，其实自从欧盟执委会提出思辨版本之后，其实后续包含欧盟理事会、欧洲议会，其实也都提出他们对未来思辨的一个版本。那昨天这三个单位他们针对各自己不同的版本，其实坐下来协商，也达成一个初步协议哦。那目前我们可以掌握是，他除了之前在欧盟执委会版本，他要针对所谓的钢铁、水泥、肥料、铝，还有进口电力部分来课征思辨之外呢，他也开始在扩充他的一个课征对象。包含像他提到的氢能，或是包含像目前新提出来针对钢铁的下游业者，像我们初步理解会有一些像螺钉啊、螺栓这样子的一个产业，也都初步纳入他第一波的一个课征对象的一个名单哦。所以我想针对这一题进一步会非常的关键，而且我们一直在追踪不止，其实就刚主持人提到的，不止欧盟，其实全球主要的一些国家针对碳议题要设定所谓的碳边境调整机制，也是碳关税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其实对台湾以一个出口为导向的一个国家来讲，其实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可是也不会言哦，就像我们出口的对象，其实我们不能只有在关切欧盟一个市场。那我要再回到提到前面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能会关心的是，那针对欧盟西边，我们怎么去因应哦？那其实在今年环保署已经提出污管法一个修正版本，那目前在立法院已经进入到党团的朝野协商。那目前在修正的版本提出修正的名称叫做气候边界因法的内容里面呢，他提出要新课征碳费这样子的一个碳低价机制齁。那进一步其实就进一步立场，其实我们非常其实
我们非常接受有关新增这样子的一个碳基啊，其实因为我们知道提供产业非常明确的碳资讯，其实对产业未来它的生产，包含它的生产模式、它的生产行为，甚至它的资源配置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碳成本的一个资讯。那它也必须在不只是全球趋势，其实包含国内的一个碳的一个减量的一个要求之下，它也必须要把这样子的一个碳成本闹到它的一个决策的一个模式里面来，所以我们是非常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可是又回到我们怎么对应有关全球这样子的一个碳边境调整机制的一个发展，我们可能要注意到不同市场之间的一个发展进度，因为现在目前看得起来发展比较快的其实是欧盟，那后陆陆续续当然我们也看到像美国、日本或甚至加拿大、澳洲也在探讨他们有关碳边境调整机制的一个可能推动方向。那我们必须要兼顾到我们自己本身厂商在出口市场的一个面临到的压力状况，去取得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结果。因为如同就像欧盟提出它要课征碳边境调整机制，其实它最主要去担心的是会对欧盟厂商产生所谓的全球碳泄漏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把国内比较好的一个生产厂商，因为国内的管制太强，或甚至它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竞争状况，而让它的厂商外移到一个可能相对碳管制强度比较低的国家，造成全球碳泄漏状况。我想我们自己本身在做这个议题处理上，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出发点我们相信台湾很多厂商其实相较于全球，我们的生产效率甚至我们的碳的强度其实相对是比较有优势的。那怎么去避免我们的一个这样子可能碳泄漏，也维持国家竞争力，也可以跟国家整个未来经营路径来做适当的一个扣合，这绝对是我们都要去共同兼顾的一个面向。所以这大体上是进一步在这个政策上的一个思考的一个的一个内涵。谢谢。好，谢谢庄执行秘书。我想企业跟产业是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这个命脉，所以怎么样维持每一个国家在碳这个议题上面的产业竞争力以及国家竞争力，就是每一个国家它政策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韩国跟台湾，我们在这个重要产业的面向其实有一定程度的这个相似度，比如说在半导体产业以及在电子零组件相关的产业，都是台湾跟韩国非常重要的这个产业。那也因此呢，想请教我们的韩国来的尹教授，以您的了解，在韩国的这个近零转型和最主要关键最需要转型的产业有哪一些？那在我们一刚开始我们的院长的说明里面也一直强调，以现今的科技没有办法帮助大家达到2050近零转型，科技的发展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请教在韩国有哪一些新的技术或者是新的能源正在讨论跟发展当中，也来协助韩国的产业跟国家达成近零转型这样子的一个目标。以上，谢谢。感谢您的问题。那就我所知，您提到哪些的产业，还有哪些的技术是我们的优先事项？在韩国而言，政府的政策当然重要，当然政策并不足以解决一切问题。韩国跟台湾一样，都是出口导向的经济体，因此像欧盟的国际市场，还有的欧盟的 CBAM 的体制跟体系，都是透过政策来影响碳排放量，当然也深深的影响了韩国的产业界。以韩国来说，因为欧盟的 CBAM 的体系，韩国的钢铁业必须要额外的增加成本，因此在韩国的
钢铁业当然必须要去调整他们所使用的技术，以减少这些新的制度对他们的冲击。当然对我们来说，能源效能还有再生能源以及智慧电网都应该视为优先项目，因为我觉得这些能源效能跟新兴科技都能够帮助我们减少能源的使用量，进而提升再生能源的比例，也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尹教授的说明，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尹教授刚才说明的这个内容，我们再 recap 一次。今天早上不管从这个廖院长的说明、曾次长的说明，都一直强调到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能源使用变成是我们的电力使用，而且我们要这个让我们的电力是一个清洁的能电力、绿色的电力，或者是新能源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的发展。同时在我们净零转型的同时也增加我们不同的这个产业，以及我们的就业人口，以及我们的新的 business model。 我想这大概是我们今天这个 session 里面很重要的几个共识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到我们的这个 Alan， 我们的这个法国在台协会的这个处长。那我想今年非常大的一个议题就是俄乌战争 Ukraine and the Russia War。那我们也想借由这个机会请问一下 Alan， 好像这样子的一个很久没有发生过，我们也不希望看到的这个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以及呢已经这个困扰我们全球的国家好相当多年的 COVID-19 这样子的一个全球的大事情，那对于我们法国在整个净零转型的道路以及策略上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有法国采取了什么样的一个因应的措施，让我们法国仍然能够在我们2050的净零转型的道路上面持续的前行。好，请 Alan 分享。谢谢。好，您提到的呢，像是有疫情，我们的新冠疫情，那还有就是俄乌战争。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有趣的分析点，像我们的新冠疫情啊，因为它真的让我们的经济活动趋缓，疫情之故，那并且它也大幅的降低就是我们的碳排放，尤其2020-2021这两年的碳排放都大减，但同时间我们也看到新冠疫情它也延缓了一些转型调整的实行，以及一些经济措施跟转型相关经济措施也因为疫情而中断或者放缓。所以我们现在的碳预算，我们目前的平台来看，我觉得这两个影响呢，他们会自己就是取得平衡。那接下来这段时间我觉得会比较有趣，更值得观察。我是说在疫情之后，那接下来这个时期呢，我不晓得谁会来减少疫情之后呢，比如说自主的继续减少排放，因为在疫情之间我们的碳排放的水准是偏低的，是否维持这是一个问号。那当然我们也要去希望可以达成2050的碳中立目标，所以这是一个蛮有野心的目标，这些策略那其实也是有难度的。至于俄乌战争，其实很多欧洲国家呢都理解到，其实我们相当的依赖俄国的天然气，必须要从俄国进口，也因此因为有战争呢，就必须找其他的管道跟资源，也因此加速了各国在再生能源方面的发展及政策设定。在法国的话则不是如此，因为法国主要原因呢，我们的天然气
只占 16%， 就是在我们整个能源使用里面占 16%。 那尤其是俄国的这个天然气，即使是在战争之前呢，在法国我们需要的俄国天然气就已经很少了，在战争之前即已经如此，跟其他国家相比相对的低。那但是我想提出三点，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个人观察起来很有趣。第一个是要帮助执行我们的减碳政策的话，我想谈的是，像是我们有热浪啊，那还有就是干旱。今年呢，就是天气真的很异常。那对民众来说，这种灾难性的这个异常气候会加速，那并且民众的意识就会提高，也会知道说这中间的利害关系，以及必须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并且要快速采取行动才能达成就是减碳，那因应气候变迁。这个回复里面我们可以了解，虽然现阶段可能这个战争对于法国的这个净零转型的政策冲击没有太大，但是其实怎么样去加速我们减缓气候变迁冲击跟影响的这个脚步，这个是法国的这个政策，我想也是全球和各个国家大家希望共同努力达成的目标。那另外一个我们最后一位语谈人，我们的这个庄博士，那庄博士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有提到，这个庄博士是这个欧洲的商会的这个主席呢，可能也有更多的跟不同的商会的企业的这个代表有更多的这个往来以及了解。那是不是可以请我们庄主席跟我们分享一下，以您的观察跟您的了解，在整个国家做净零转型的同时，怎么样做好民众参与以及利害关系人的沟通，然后达成我们公正公平 just transition 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请分享。谢谢李董。公民参与在这个能源转型的过程当中，一直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我们有业务参与的地方，不管在欧盟或者是邻近的其他国家，特别是当这个所新增的设施或者所做的改变对局部的这个民众或者是这个居民带来前所未有的生活的影响的时候，这个妥协可能就不太容易达到，那沟通的过程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我想这个执密在部里头服务这么久，一定也看过很多好的与不好的例子。那我们自己的一点点经验呢，可能就是跟民众沟通的时候，当然我们设定目标，但是我们可能不要太主观的设定这个时间表或者是过程。那第二个呢，就是想设身处地的与民众沟通，站在这个对方的立场，多与对方多为对方设想。其实说起来道理很简单，但是有时候工作上或者是说业务上在执行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压力，不管是资金啊、投资人啊、利害相关者啊，或者主管机关，有时候你拿到的这个许可或者是执照有一定的时间的这个有效期，做起来确实是不容易。那但是能源建设基本上就是基础建设，基础建设一旦做下去，就是对一般人来说都是一辈子的事情。意思就是说，它就是带来永久不可逆的改变。不管是绿能也好，不管是这个新的能源技术也好，这个沟通的过程，如果做得不够到位，在未来的这个执行的过程还是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反扑，所以急也是急不来的。谢谢。
谢谢庄主席的分享，我想这个讯息非常的清楚，我们要达到净零转型 social consensus 是一定要的。那怎么样达到 social consensus？ 其实我们必须要有第一个不断的沟通，而且我们要跟不同的 stakeholders 都要沟通，然后我们要有一个同理心，站在对方角度的沟通。那我刚才有看到我们大概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好，那来者是客，我也看到 slide开头上面有两个问题是特别针对我们韩国的尹教授还有我们 Alan 的，那是不是请大家给我再多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提出这两个问题来请教 Alan 跟我们尹教授。那第一个请尹教授来分享的是Who is the most important actors in这个问题呢，就是在韩国的能源转型过程当中谁是最重要的行为者。 Excellent question. 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那我想真的是大众以及所有的公民是最重要的角色。其实我常常就在讲是这样子的，就是所有的钥匙啊，所有的关键其实我们都是交给民众了，因为选举会改变一切，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刚刚讲了我们的能源政策，我也介绍了韩国的情况，那还有我们的碳中和的情境，那或者是我们有零排放的这些目标，但是有时候啊这个选举一系翻盘，我们这些目标都会改，所以很多民间企业我觉得他们也很重要。那但是民间企业呢，他们设定的目标一样也需要他们的消费者跟民间的力量支持，否则的话这些民间企业或者说跟政府一样，他们的需求他们的这些目标也都会失去支持，那有时候在选举当中就会失焦。那当然如果你在选举之后你也可以去施加压力，要求就是选上的这些民意代表告诉他们说你必须要向碳中立碳中和去进行，你必须要实现这些目标，否则我们未来的健康未来的民生如何安生就是能够安居立业，所以我想真的是给到民众，所以这是我的想法。那也讲到非常重要的重点的 general public and citizen， 也非常呼吁我们今天的主题以人为本的公正转型。那下一个问题是针对 Alan。What is the perspective of nuclear from French people?法国人对于核能的看法如何？那对于2050年的核能目标有何看法呢？当然这个问题在台湾有点敏感，在法国这个题目也很敏感，所以感谢刚才有人提问这项问题。我们目前所描述的场景当中，核能的确是其中的一项的变数。那法国现在众多的核电厂当中呢，在未来十年会陆续到达服役的年限。当然核能在世界各国都很敏感，在法国也是如此。我们现在对于未来如果服役年限到达的反应炉应该要如何处理，现在还没有定论，到底要不要延长年限也不是很清楚，到底要不要使用比如说再生能源来取代核能也还在未定之天。所以就像刚才尹教授所说的，这是一项非常政治性的问题，每一次选举可能都会造成政策的转弯跟转向，所以有时候也必须要依据选举结果而定。我们目前的路径，我们现在也只能言尽于此。那针对我们现在的核能，未来该何去何从呢？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比例的核能未来会转换成再生能源。
的分享，我想时间已经超过了，那最后呢，容一话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结语。我们今天讨论了非常多，那一刚开始在曾次长的这个演讲的最后有提到说，我们要这个完成，我们要实践我们的净零转型，需要有政府法令的规范，和需要有投资人金融业，我们在这个资金上面予以支持，我们需要有人民的共识。好，那一话以这个多年陪伴企业的这个经验也来讲，就是企业的行动力也非常的重要，所有的这些因素合起来，我们才能够真的推动一个以人为本的公正转型。那最后也希望大家在有今天的了解跟共识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推动以下一话所要分享的三个共融的公正转型。第一个，共融是包容的融。我们在这个净零转型的路上，我们要互相包容，我们不落下任何一个族群，在整个净零的道路上面，我们一个都不能够少。那我们在互相包容的共融之后，我们还要互相融合，我们另外一个共融，大家要互相合作和共同努力来实践跟达成这个目标。那我们有第一个共融跟第二个共融之后，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第三个共融和繁荣发展的融，我们大家共同来这个达成我们的净零转型，我们的共同的繁荣发展，共创我们每美好的台湾社会以及全球。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session 的论坛，再次感谢和各位嘉宾，各位真爱做到现在12:42，那也请大家再次以掌声来感谢我们四位语坛人非常精彩的分享，谢谢大家，谢谢。